好，我是蕾蕾，我是蕾妈，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天堂与地狱饼饼大挑战，抽到笑脸的人就吃好吃的冰哦，抽到哭脸的人就吃奇奇怪怪的冰，奇奇怪怪，怪怪奇奇。那我们游戏开始 ，Go！ 来。大家好，剪刀石头布，你的人先抽，拜托，第一局就惨败了。Yeah! 好，准备材料，蕾蕾的事。立顿蜜桃果茶冰棒，我的是自制的黑咖啡冰沙。那我们开始吃喽！这个很苦哎、欸，这个很香哎、欸，哇，好香啊！里面还有果肉的，嗯。好吃吗？超好吃，蜜桃的香味直接涌上来，超赞！好好好好，我知道。哇，里面有的鲜料的哦。嗯，好吧，我来吃的了。感觉落差太大了。好 Q 啊！嗯，好苦哦。那个水蜜桃果肉超 Q 的，听起来好好吃哦，好羡慕啊！好，下一局，这一局我们要吃的是芒果冰对决可尔必斯辣油冰，自首期喽，嗯哼，好。来，一样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我输，你抽，不能看哦。一二三，抽。耶！啊！哇哦，芒果冰！哇，要多一点。可以了，可尔必斯冰加辣油，夏天就是要吃芒果冰，超赞的。换我吧，让我心里准备一下，好不好？我第一次吃这个辣油可尔必斯，嗯，好难吃哦。超难吃的，这什么怪味啊 ？Oh my god！ 你自己想的，自己做。还有更古怪的在最后。越来越古怪哦，加油了，靠你了，接下来就靠你了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谁抽到还不一定。小朋友千万不要学，阿姨是节目效果。好吧，下一局，这一局我们要吃的是百香果双响炮。对决茶叶蛋奶茶冰，奇奇怪怪，怪怪奇奇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奶奶先抽，一二三，抽出来哦，一二三，不好的，所以奶奶吃茶叶蛋奶茶冰，耶，来
吃这奶茶冰咯。哇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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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口感有没有像珍珠奶茶？有，的味道不像，好吃吗？好吃哦，很特别，对不对？好吃哦，好吃哦，意外的搭，对不对？咸咸甜甜的，有点像爆米花口味的刨冰的感觉，然后加了一点珍珠，没有味道的珍珠。哇，你看一下，好好吃哦。它上面 QQ 的，然后现在也有珍珠哎，也有哎，真的有，所以我在吃珍珠哎，真的珍珠哦，我假的珍珠，吃一点，直接吃进去，难以形容的味道，你怎么变成这样子？十分满分，给几分？一分。除了因为蛋白还可以，蛋白可以。那个蛋白的话是几分？如果单纯蛋白，你可以自己体验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你说啊，赶快啊！蛋白给五分，八分，八分那么高，其实真的蛮好吃的哦。跟蛋黄就一分，好好笑，继续吃。哇，蕾蕾吃光了哎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吃光光。我们这一局好的冰是蜂蜜柠檬炼乳雪糕，不好的冰是这个很特别的炙糕炒饭鲜贝配绿茶冰，不知道什么味道，靠你了，靠你了，没有开玩笑的。好，蕾蕾先抽，再来一组拿出来。3、2、1，找到了没？恭喜耶！好，我们来做冰喽。我拿这个鲜贝，把它用碎。真奇怪哦。把它撒上去，哦，酷哦，酷哦，那你不要吃吃看，很特别哎，一辈子哎，等一下还没，吃看看，很酷哦，勇于挑战，加油！好吃，好吃，还可以的哈，还蛮特别的。鲜贝绿茶冰，所以它其实胡椒味蛮浓，就有点像在吃胡椒冰。胡椒冰，来吃喽，耶！不想理我。其实本身的绿茶味不太，没有绿茶味啊。绿茶冰我不推，好吃耶！这个我推，我大推。我很酸，甜度刚好，咸度刚好。
好吃。最后一局，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，到底会谁吃到地狱呢？好，三二，我不敢看，三二一，什么？来，你帮我看，我不要，你帮我看啦，是我的啦，快点。答案揭晓了，什么？哇，好香哦！哇，一放下去就感觉很不妙。麻辣鸭血冰，你们吃过吗？没有人想吃，看着就没食欲。耶 ！Snickers 的冰，对 ，Snickers。哇，看起来好吃哦！啊，不要看这边，这边我会。好了，换我咯。麻辣鸭血冰，第一次。欸，其实蛮好吃的，只是冷的麻辣鸭血而已，冰冰凉凉的，还蛮搭的耶，真的，好吃耶。第二口，真的很搭，真的超好吃。虽然说第一口会觉得怪怪的，可是第二口就适应了，好吃，这个我喜欢。天堂与地狱，你觉得哪一个最难吃？蛋黄冰，蛋黄冰。我觉得最难吃的是那个黑咖啡冰，爆苦的，吃到后来不行不行，这个还可以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继续吃，不是说很好吃吗？还可以啦，勉勉强强，还是热的。热的麻辣鸭血比较习惯，感觉好辣。